纪念白云老和尚圆寂八周年，天岳山梵音禅寺也特别举办禅修营。为纪念白云老禅师圆寂八周年，天岳山梵音禅寺于11月2日至4日举办禅修营，内容包含教导佛弟子静坐、思念处、止观法门、参禅法要、忏摩与金刚经法义等白云老禅师的教诲。天岳山梵音禅寺为了纪念上白下云老禅师圆寂八周年，所以举办这一次的禅修营，主要是教云老禅师所教的静坐啊、止观啊、思念处啊、禅法啊、还有参禅法要啦、金刚经法义啊，这是他所教的这个禅法。那这个禅法主要的是讲有公案、有话头、有机锋、有转语啊，所以他把这个他修学的心得都把它介绍一下。白云老禅师曾说，生命需三宝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；慧命需三宝，佛陀、达摩、僧伽。生命是色身，物质养其命；慧命是法身，觉道养其命。然而养命之真，不是代替，而是自愈。白云老禅师著作的《金刚经》集义，便是滋养众生法身慧命的资粮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。